早餐。受害就好了，我会放过你的。没有，你要看着镜头受害。看，对，就是有乌龙面又有泡面的餐。好惨。叫我们现在呢要去我们韩文式的英文店，前叫巴黎巴黎。对，我们去彩妆店。Paris 在前面哈，是法国巴黎啊，概念那个牌子，因为它。好热，快点。你没有的。山坡，我的妈呀！你看，房门就在这，家门就在这，太强了。这是人参鸡汤，哇！还有炸鸡哦，炸鸡，好吃的。啊，里面是饭哎、欸。所以我们还要吃里面的饭吗？你先锅粥。先是炸鸡哈，因为那个还很烫，真的很好吃哎。鸡肉嘞，你等一下要吃什么？看到你要吃什么？我等下，先开一起的。So what is this for? For what? Ooh, BP. 不行啊，好 good. Can you just stop talking for a second? There you go. 来客，哈哈哈哈哈，打开，不要把它敲坏了，你会被你姐揍哦。So what is this for? 好，再会，拜拜。嘿，我是洗完澡之后用珊珊的平板录音，镜子拉开呢，就是这边就是浴室，然后这个是比较大罐一点，很恐怖，感觉随时都会掉下。还有裤子，那边好。开两瓶水，这里就是枕头，我要，这是我的，你，千万不要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天生活风，天生。